上一集讲到，唐中宗去世之后，韦皇后准备效法武则天自己当皇帝。为了挫败她的野心，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秘密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这场政变由太平公主担任总策划，李隆基担任前线总指挥。孤之联手已经杀死了韦皇后安排在禁军系统的三个将军，政变计划已经启动。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太平公主和李隆基，韦皇后将如何自卫呢？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太平公主之玉殒香消》。上一集咱们讲到啊，因为韦皇后准备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帝，就激起了李唐皇室的反抗。太平公主就和项王的三儿子李隆基两个人孤执联手啊，合谋杀死了韦皇后派到禁军系统的三个将军，发动了唐隆政变。那么这时候呢，他们杀死了韦皇后派到禁军的将领之后，马上李隆基这一分钟都没耽搁，就马上率领着自己的贴身卫队来到了玄武门了，在那儿坐镇指挥。那么与此同时呢，葛福顺和陈玄礼两位将军就分别率领一支万骑的劲旅突入宫中。两支力量啊，他们经过一番厮杀，到当天夜里12点钟的时候就会合了。两军一会合，就发出了一阵巨大的欢呼声啊。那李隆基在玄武门就已经听见这阵欢呼声了，他知道这是先头部队进展顺利，取得胜利了，马上他也率领着自己的贴身卫队杀进去了，三路人马汇合到一块，直奔韦皇后的寝宫而去。韦皇后听见外面杀声震天呢，她吓也都吓醒了，一醒了她就知道了，现在是有人发动政变了。那发动政变她怎么样对付呀？韦皇后一下子就想起来以前的太子重俊政变了。在太子重俊政变的时候啊，敌人杀进来了，他和唐中宗两个人不是跑到玄武门的城楼上躲起来了吗？在玄武门城楼上依靠玄武门外面的这个禁军势力才逃得一命啊。那现在又政变了，自己就故伎重演吧。韦皇后连衣服都没有穿好，一溜小跑就往玄武门跑下去了。到了玄武门呢，他一看这个大门怎么开着呀，开着就穿过去了，穿过去一看已经是飞机的营房了，这个营门怎么也开着呀。韦皇后心里犹豫了一下，但是呢后面已经追兵的声音很近了，她就只好进去了。进去了，那她会不会受到飞骑将士的庇护呢？有一句歌词说得好啊，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也还是那颗月亮，但是人不是当年的那伙支持者了。有一个留守飞骑营房的这个啊士兵一看韦皇后进来了，迎面就是一刀，马上韦皇后身首异处。这是韦皇后。那么解决了韦皇后的还有安乐公主啊。安乐公主夫妇自从唐中宗死后，他们就住在宫里，那现在听到外面是火光冲天，喊声动地，这个安乐公主的心呢就沉下来了。她觉得呀，自己皇太女的梦恐怕是做到头了。听见外面啊士兵的声音那么嘈杂，看来跑已经是跑不掉了，怎么办呢？安乐公主啊，她走到梳妆台前开始化起妆来了。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这么一个紧要关头，她怎么还有心思化妆啊？咱们之前讲过，安乐公主那可是唐朝第一美女，对自己的形象一贯是非常在乎的，现在死到临头了，他想要留一个最美丽的形象在人间，所以呢不顾外面追兵迫近，他开始画起眉毛来了。不过我们也要清楚啊，这万骑将士可都是粗人呐、啊，但是当兵的呀，他们哪有什么西厢怜玉之情啊。就在安乐公主拿起眉笔刚刚画出第一道的时候啊，又一个万骑的士兵劈门就进来了，对着安乐公主的脖子就是一刀，马上安乐公主美丽的脑袋啊也就歪到了一边了。
那咱们说安乐公主死了，她的丈夫武延秀怎么着了？咱们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呀。虽然说武延秀平常跟安乐公主关系不错，可这时候他也顾不得安乐公主了，自己一路小跑跑走了。可是外面那么多兵，他能跑到哪儿去呢？没跑几步也被一个万计的士兵结果了性命。那现在韦皇后和安乐公主都死了，其实到此为止，唐隆政变的两个最主要的政敌就已经消灭了。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谁呀？上官婉儿啊。上官婉儿自从唐中宗死后也回到后宫居住来了，不在他的外宅住了。那么婉儿可是一个冰雪聪明之人呐，他听到外面的喊杀声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啊！不出我所料啊，立唐宗室果然造反了。造反了怎么办呢？婉儿是八面玲珑啊，他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了啊！他呢是不慌不忙的起身，命令宫女点起蜡烛，找出当时他和太平公主一块起草这个所谓唐中宗遗诏，然后呢拿着这份遗诏啊，打开大门，领着宫女排班迎接这些政变者。那么按照上官婉儿的想法嘛，就是这份遗诏足以证明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呢，他没有问题，所以他很镇静啊，排班等候。那他把大门一打开，差不多同时呢，李隆基和刘幽求这边已经带着兵进来了，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刘幽求啊。上官婉儿一看刘幽求，叫了一声将军，马上把这份遗诏递给他。按照婉儿的想法啊，这份遗诏能够证明我的清白呀，你看看吧。刘幽求一看，果然呢，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啊，让项王参谋政事，说明婉儿当时确实是心向皇室来着。怎么办呢？啊，自己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杀他了，干脆找一找主帅李隆基吧。把这个上官婉儿啊，就带到了李隆基面前了。李隆基也是拿起遗诏看了看，然后对着上官婉儿说呀：“上官昭容啊，你果然是个聪明人啊，可惜。”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要是不杀你的话，别人就该有猜疑了，给我杀啊！一声令下，婉儿呢也马上倒在了大旗之下，血泊之中。那么到此为止，在唐中宗时期，三个最有影响力的政坛女强人就都香消玉殒了。公元710年，唐朝历史上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三个政坛女性同一天毙命，她们分别是野心勃勃的韦皇后、恃宠专横的安乐公主和才华横溢的上官婉儿。毫无疑问，这三个女人卷入最高权力之争，都是受了武则天的影响和刺激，是武则天的成功让她们觉得女人也能当皇帝。可是他们虽然一心效法武则天，却都没有当成武则天第二，最后只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呢？那这三个政坛女强人，我们刚才看到了他们的死呢是各具特色，非常鲜明地反映出三个人不同的性格和能力。那现在我们就来一一分析一下啊，他们到底都是为什么死的，怎么死的。先来看安乐公主。安乐公主的死其实非常具有审美意义，但是呢最没有强者的愤怒。为什么这么说呀？咱们从一般意义上讲，这安乐公主她也算是从容赴死，临死还不忘梳妆打扮一下。咱们在好多文学作品里都看见过这样的女性形象，比方说啊，这个《红楼梦》里这个尤二姐在吞金自尽之前不是也要梳妆打扮吗？这样的悲剧女性啊，放在文学作品里特别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反映出女性的一种柔弱之美。可是啊，作为政治人物，安乐公主再这么表现，她就显得太过软弱了。大难临头，她甚至都没有努力挣扎一下，只会引颈就戮。
这和他平常的那个横行霸道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我们就要考虑考虑了，安乐公主平常那么横行霸道，怎么事到临头这么软弱呢？我想啊，首先就是安乐公主她的人生太顺了。她呢，虽然小的时候也受过苦，跟着父母曾经一块流放啊，一块吃苦，但是这些对于她来讲啊，已经是陈年旧事了。自从长大之后，她就生活在父母的补偿性溺爱之中，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这就使得她的性格之中特别的缺乏抗压能力。虽然说看起来很刚强，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容易折断。他呢是缺乏苦难生活才能锤炼出来的那种柔韧性，而柔韧也是一个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所以说呀，安乐公主她是不具备政治家素质的。另外呢，咱们也要看到安乐公主她虽然整天叫嚣着要当皇太女，但是她在朝廷里头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名分，她也没有形成过任何真正的势力，这就使得她在危难面前不仅仅没有反抗意识，其实她也是没有反抗能力的，所以只能充当这么一个悲剧角色。平日里蛮横跋扈的安乐公主在面对灾难时连一点反抗的勇气都没有，真让人不可思议。然而同样是大难临头，韦皇后的表现就成熟得多，也坚强得多，但结果一样难逃厄运。可是当我们回顾韦皇后的一生时，就发现她是最有实力效仿武则天的，也激进成功，但为什么她没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女皇帝呢？韦皇后和武则天的政治差别究竟在哪里呢？面对大兵啊，韦皇后是怎么办的呀？她的做法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以力图存，寻求军队的保护。这个反应呢，其实是一个很积极的反应。另外我们知道，既然韦皇后事先已经安插亲信去控制军队了，这时候她寻求军队保护其实也是很稳妥的。这样的一种反应本身就体现出韦皇后这种刚强的性格和临危不乱的素质。当年在武则天统治之下，她能够帮扶唐中宗李显度过这个流放的苦难岁月，靠的就是这种性格和这种素质。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说你既然觉得她性格也好，素质也强，她为什么最后也是被人家给灭掉了？我想啊，韦皇后之死，她的直接原因在于她的亲信并没有能够真正控制住军队。虽然韦皇后早就空降了几个亲信到军队里去了，而且占据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但是呢，这几个人在军队的时间都太短了，根本不足以建立威信。所以事到临头的时候，他们呢仅仅是一个光杆司令，根本得不到部下的支持，不仅不能够保护韦皇后，反倒自己连命都保不住，早就做了刀下之鬼了。军队没有控制住，这是韦皇后之死的直接原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除了军队这个问题之外，韦皇后的失败啊，还有她更深刻的根源。哪些根源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根源。第一，韦皇后的资历太浅。韦皇后呢，她的丈夫唐中宗一共就当过5年的皇帝，她也就当了5年的皇后啊。这样短促的执政，对于她的政治发展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咱们拿她和武则天对比一下就知道，武则天啊，她是当了28年的皇后的。在官民之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了，所以呢，无论是唐高宗本人也好，还是文武大臣也好，都觉得非武则天不足以稳定政局。但是韦皇后就不一样了呀，她一共才有5年的主政时间，而在这短短的5年之中，还是前面有张柬之等5个大臣专权，后来又有武三思的势力膨胀，
真正留给韦皇后活动的空间并不大，时间也相当相当的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韦皇后是处处模仿武则天，但是人们对她的认可度并不高啊，由她来摄政本身就不足以服人，这是第一个根源。那么第二个根源呢，是韦皇后的个人能力照着武则天那也差远。韦皇后对于她的政敌太缺乏警惕性了。其实呢，早在唐中宗刚刚死的时候，就有大臣曾经给韦皇后提过建议，说你得看紧了项王一伙，以后要出事保证出在他们身上。可是韦皇后呢，她没有听这个大臣的建议，她天真的以为啊，只要给项王高官厚禄，她就会安分，根本就没有对项王采取任何布控措施。所以你看到现在啊，项王的三儿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一块搞政变，韦皇后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如此缺乏危机意识，怎么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领袖呢？另外，这个韦皇后啊，她对自己这方势力的这个控制力其实也很弱，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那个崔日用。崔日用本来是韦皇后的心腹，可是他到这个紧要关头都会背叛韦皇后，投靠太平公主这一边，而韦皇后呢，居然会对他的背叛一无所知，这反映出啊，他对于自己这边人马的掌控力也是极其有限的，跟武则天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那你没有武则天的能力，光有武则天的野心，怎么能够办成大事儿？这是第二个根源。那再来看第三个根源，第三个根源就是韦皇后她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咱们中国古代讲究母以子贵，能否有儿子往往就决定了一个皇后的前途命运。那韦皇后呢，倒是曾经生过儿子，可是她唯一的亲生儿子早在武则天后期就被逼死了。那现在他扶立这个小皇帝李重茂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就使得人们对他的辅政充满了怀疑啊。换句话说，因为啊，这个韦皇后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作为太后的地位本身就是不稳固的。那么当时呢，他唯一的优势啊，他摄政的唯一的一个依据其实就是他是唐中宗皇后这个身份。可是人家政变那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由葛福顺将军说出了啊，把这个唐中宗被韦皇后毒死这顶大帽子给他扣上去了。那么他作为唐中宗皇后啊，这点最后的依据其实也就丧失了。那么丧失了最后的依据，也就注定了韦皇后失败的结局。如果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因为争夺皇位失败而死，还算得上是罪有应得的话，那么上官婉儿的死就太冤枉了。她并没有当皇帝的野心，而且她在政变之前就对李唐宗室暗送秋波，和太平公主一起起草过让项王李干参谋朝政的遗诏，为什么这一次他也没能保住性命呢？上官婉儿呢，他面对政变其实是最沉着的，他的沉着来源于他在政变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做了什么准备啊？上官婉儿的准备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以智自保，靠自己的智慧来保全自己。怎么保全呢？就是随时手握一份所谓的中宗遗诏，一旦李唐皇室造反啊，这份遗诏就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铁证，就可以为他赢得支持，就可以挽救他的性命。毫无疑问呢，上官婉儿那是这三个政坛女性之中最聪明的一个了，以智自保绝对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事实上呢，婉儿的聪明不光是我们说的，在当时他的聪明也是尽人皆知啊。怎么个聪明法呢？咱们都知道自从武则天时期开始就是文风大盛，所以唐中宗一朝呢也是附庸风雅，
整天在宫里头写诗。可是偏偏呢，中宗的妻子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啊，都不善此道，这两个人都不大会写诗，那怎么办呢？他们两个呀，就都让上官婉儿来替他们捉刀代笔。这婉儿也绝对是一个厉害人啊，同时替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等等一些人写诗，写的都能符合他们各自的身份，而且是文才斐然，当时就传为文坛佳话呀。那既然上官婉儿写诗这么厉害，所以呢，当时啊，每次搞这个宫廷赛诗会，都让上官婉儿去做主裁判。上官婉儿坐在这个裁判席上啊，手里呢就拿着各路诗人呈上来的诗稿，一边看是一边往下扔啊。随着这些诗稿像雪片一样飘下，婉儿头脑中就已经把这个诗人的名次给排好了，而且呢，每次都排得让人心服口服啊。所以在当时的地位，那就是一个文坛女祭司。当时人们对她的这个作用啊，太认可了。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婉儿呢在文学上聪明，但是她最聪明的地方还不在于文学，而在于她的政治心计。每次遇到政治变革的时候，婉儿总能够做到狡兔三窟，左右逢源呢。咱们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在神龙政变之前，婉儿一方面是武则天的贴身秘书，一方面又是武三思的情妇，同时呢还通过太平公主跟这个太子李显这有交往。所以呢，政变结束之后，她摇身一变，马上从这个武则天的心腹秘书又变成了唐中宗李显的心腹秘书。这是她做的一次左右逢源的事儿。那么这次唐龙政变之前呢，婉儿啊其实还打算这么办。他一方面呢是继续给韦皇后出主意想办法，在遗诏之中体现韦皇后的利益，同时呢他又在遗诏之中写进去一条啊，让项王参谋政事，体现出他对李唐皇室的拥护。那么按照婉儿的如意算盘嘛，就是无论是哪边得胜，以后他都是有功之臣，还可以接着高升。那咱们就要考虑了，上官婉儿他想的如此周密，为什么也会失败呀？为什么这份遗诏没有能够保全他的性命？我想这里头也有两点原因。第一个原因，这次政变的指挥者他是李隆基，而不是太平公主。上官婉儿固然跟太平公主交往很多，跟太平公主的关系也很好，以后政变真结束了，她没准还可以成为太平公主的心腹。但是她跟李隆基毕竟没有交往，而我们在上集也说到了，对于唐龙政变，太平公主和李隆基本来是各怀心腹式的，两个人都有自己的野心，所以呢，现在李隆基可不愿意留下这么一个聪明人以后去辅佐太平公主，所以让他决定的话，那就是杀，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是婉儿聪明过头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左右逢源，狡兔三窟，固然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但是呢，也暴露出了他性格方面的弱点。婉儿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和政治节操的人，跟他绝对不能齿谈忠诚。但是咱们也要知道，任何一个皇帝其实都是希望臣子忠诚于自己的，越是有为的皇帝其实对于臣子的忠诚度要求还越高。那么现在李隆基其实他是怀着当皇帝的野心的，他就要考虑了，上官婉儿这个女人聪明是聪明，可是如果这个聪明不能为我所用的话，那么我还留他干什么？结果呢，婉儿啊面对李隆基这样的一个牛人，他守住这个遗诏就失灵了。这份遗诏非但没有能够成为他的救命稻草，反而成了刺向他自己的一柄利剑。这就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么一些，大家会不会想，婉儿是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一个水性杨花之人呢？
要不他的政治立场怎么总在摇摆呀？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女子无才便是德呀，是不是有才的女子就更容易没有道德呢？我觉得呀，这话不能这么说，我们也不能这么想。为什么呢？我们要考虑一下婉儿这种性格它形成的背景是什么。上官婉儿呢，她生下来不久就因为啊受她爷爷上官仪的牵连，被武则天的强权没入掖庭，成了万人之下的官奴婢了。后来呢，又因为武则天的赏识，马上被抬举为万人之上的皇帝秘书。这么一升一降啊，让婉儿明白了，她是无从主宰自己命运的。但是呢，强权可以主宰他的命运，这权力可以让人死，也可以让人生，可以让人贱，也可以让人贵。这就使得婉儿啊形成了一种对于权力的膜拜心理。这种心理呢，就使得他啊抛弃了啊心目中对武则天的那种杀父之仇，心甘情愿的为有权力的武则天服务，也使得他在武则天晚年即将失去权力的情况下，迅速的抛弃武则天，转而去投奔下一个权力主宰者。这是婉儿在非常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所形成的一套生存哲学。其实呢，这样的背景就使得上官婉儿和韦皇后母女有了显著的也是本质上的区别了。什么区别呀？就是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母女，她们投身政治漩涡更多的是一种主动性的行为，是出于自己的一种野心。可是呢，上官婉儿卷入这个最高权力斗争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叫做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作为一个身处高层自身又没有任何依傍的宫廷弱女子，她除了啊随时抚养利用自己的才智自保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正因婉儿有这么一些具体的背景，所以在这三个政坛女性之中，她日后得到的同情是最多的。政变结束一年之后，上官婉儿就恢复了上官昭容的身份，而且得到了一个谥号，叫做惠文，啊，聪明有文采。另外呢，啊，在李隆基就是亲手杀了他这个李隆基当了皇帝之后呢，还替婉儿把所有的诗文归拢到一块儿，给他出版了一个诗集，而且呢，还让当时的大文豪也是大政治家张悦替他作序。这个张悦在婉儿诗集的序言里就讲了，上官婉儿呢是敏实聆听，叹微敬礼，既有文章之道，又有辅佐之功，对他的文学才华和政治才干做出了由衷的赞美。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些死后的赞美，也算是对这个以悲剧收场的旷世才女的一点安慰。继武则天之后，唐朝历史上三位叱咤风云的政坛女性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三位美丽的女性就像昙花一样，很快就消尽了芬芳。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已经达到了他们最初的目的，对李唐皇室威胁最大的韦皇后已经铲除，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计划还没有结束。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呢？那么除掉韦皇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其实唐隆政变的主体部分就已经算是基本结束。现在剩下来的工作呢，就是追歼韦皇后的余党。这一步是由谁来完成的呀？这一步啊，是由韦皇后当年的宠臣樊水的那个崔日用来完成的。这主意很好啊，他比谁都了解韦皇后的心腹是谁，所以呢，就在李隆基还在宫里头厮杀的时候，崔日用已经带兵出发了。啊，他的任务呢，就是清理支持韦皇后的那些宰相，还有呢，清理一下韦氏宗族。
那咱们看宰相平常都是一味森严呐、表现出一副很威风的样子，但是真到政变的时候，眼见着这个笔杆子可就不如枪杆子了。这些宰相呢，有的被杀死在家里头了，有的就被杀死在逃命的路上。更可笑的是窦怀珍，不知道大家还对这个人有没有印象啊？这个人当年为了巴结韦皇后，就娶了韦皇后那老奶妈，而且还得意洋洋的到处宣称我是皇后阿哲。可是他现在一看政变发生了，跟韦皇后有瓜葛，这不是好事是坏事了，怎么办呢？他就手刃了自己的老妻啊，亲手把韦皇后那老奶妈的头就给砍下来了。砍下来之后拎着这个头就去见李隆基去，人格的卑劣呀、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啊。就靠这个窦怀珍活下来了。那么当然了，经过一番清理，崔日用呢就发现该清理的人都差不多清理干净了，点点数就少了一个人，谁呢？大名鼎鼎的宗楚客呀。这宗楚客我们是上集和这集都提到了，宗楚客是什么人呢？他就是那个否决让项王参政的遗诏的这个家伙，可以说唐隆政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引起的。这时候呢，宗楚客不见了。那宗楚客可是大臣之中的头号政治犯，跑了谁也不能跑了他呀。所以这时候李隆基马上就下令了，给我搜啊，全城戒严的搜。那万骑将士就开始挨家挨户的排查呀，可是排查了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找不到这个人。那么宗楚客到底到哪儿去了？这时候啊，长安城的一个门叫做通化门，旁边出现了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有一个家伙骑着一匹青驴，披麻戴孝的就从城里头走出来了，来到了通化门旁边，到门卫面前还在这儿掩面痛哭呢，说呀家里头死了爹了，得赶快出城去奔丧去。那咱们也知道中国古代号称以孝治天下呀，这奔丧可是硬道理呀，一般来讲无论如何得让人出去。可是呢，守城这个士兵啊，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下这个披麻戴孝的人，跟他说话了，说你别演戏了，我认得你啊，你就是宗楚客宗宰相吧，我们在这等了这么长时间，等的就是你。说完之后马上几个小伙子就上去了，把这个宗楚客就给拿下了，然后呢当街问斩。那宗楚客一拿下，其实宰相这边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剩下的呢就是清理韦氏宗族了。韦氏宗族当时住在哪儿呢？他们呢住在长安城的南边，是举族居住，而且呢他们还有邻居，这邻居姓杜，韦家和杜家是长期混杂着居住在一起的，都居住在长安城的南边，都很有势力。所以呢当时长安城的老百姓就有一个说法，叫做城南韦杜，去天无耻，说这韦家和杜家可都是啊有大势力的人，他们呢离天都很近，也就是说离权力核心都很近。那现在政变发生了，也就不再管你跟这个权力核心是近还是不近了，一切都是玉石俱焚呐、大兵一到啊，管你原来谁是谁呀、一阵乱杀，韦家连吃奶的婴儿都没有留下呀。那咱们说韦家倒霉也算是啊，因为韦皇后的事情嘛，那没有办法。更倒霉的是杜家，杜家本来没事啊，可是不是因为跟这个韦家住邻居吗？好多士兵杀着杀着杀走眼了啊，从这个韦家就窜到杜家去了，到杜家也是一通乱杀。所以啊在那天夜里呢，是老杜家也损失了不少的人口。那么经过这么一夜的厮杀，到了唐隆元年的6月21日，政变就已经顺利结束。唐隆政变呢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宫廷政变，比我们熟知的玄武门之变所动用的兵力还要多。而且呢这个唐隆政变呢，它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变，因为太平公主指挥高明，李隆基啊具体办事得力，
主要敌人都被一举歼灭了。这场政变呢，就成功的解决了韦皇后势力对于李唐王朝皇位继承问题的干扰啊，避免了李唐王朝再次从中斩断，他对于李唐王朝的正常发展是有莫大之功。那咱们把唐隆政变评价的这么高，咱们就得算一算了，唐隆政变之中最大的功臣是谁呀？大家要知道，虽然这次政变啊，它是由李隆基直接指挥的，但是李隆基当时毕竟还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威望上都还有欠成熟啊。跟他相比，太平公主的通盘策划之功恐怕要更大一些。正是这场政变就奠定了太平公主在李唐王朝的地位。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唐隆政变整体上是一个成功的政变，但是它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它解决什么问题？它仅仅解决了啊，把不该当皇帝的人杀死的问题，解决了干掉韦皇后的问题，但是呢，它并没有立刻解决谁该当皇帝的问题。那么当时已经坐上皇帝宝座的其实是韦皇后扶立的那个16岁的李重茂，但是在政变过程中呢，将士们又打出了拥立项王的。可是我们把整个政变讲下来，大家也能够看到，项王在这场政变之中根本他就没有露过脸啊。那么政变结束了以后，接着掌握政权的到底是16岁的李重茂还是另有其人呢？请看下集睿宗登基。唐中宗死后，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了想篡权的韦皇后，这样一来，韦皇后扶持的小皇帝李重茂就失去了靠山，而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平公主等人又打出了拥立项王李旦当皇帝的旗号。那么政变结束之后，项王李旦能够顺利当上皇帝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太平公主系列节目之睿宗登基。